第八届南投县立法委员选举，今仔日早起伫县府礼堂举办了候选人贺词的抽签作业，包括第一、第二选区的五位候选人，拢准时到位，等待正式抽签。祝我们每一位候选人都能心想事成，抽到自己的上上之签。由选委会见证人将签筒放入箱内了后，首先就由第一选区三位的立委候选人正式来抽签。第一号。二次连任马道成。三号当选。随后由第二选区两位立委候选人，同款按照当初登记参选顺序来进行抽签。罗文策，罗水开选第一选。第二号，双喜临门啊，连任成功了，二号了，二号。这次抽签除了第一选区台湾主义党候选人何国梁抽到三号，其他拢是前途好的，共党抽到同一个号码。四位立委候选人都表示是抽到心中所五万的号码。其实二号是胜利的代表，那这一次也是要第二次的连任，所以是一个很幸运的数字。我们希望二号当选。那抽到二号哈，是我心目中的号码啊，二号。那么因为我们总统抽到二号，我也二号，那么将来我们在辅选方面在拜托方面都选二号。赖燕学也心想事成，抽中心目中的号码，抽中一号，南投县的乡亲大家能够共同来创造浊水溪县第一席的女立委。你提了一号会当甲总统在共同推销的时候继续好推销，国兴绝对会打拼在南投第一选区选出第一名将来去立法院做一个第一号的立委。综合抽签的结果，南投县第一选区立委候选人号码分别为一号张国兴、二号马文君、三号何国梁，第二选区立委候选人号码一号赖燕莎、二号林明进。记者金凤山采访报道。